或者是有些人说酒灰，都没要紧哈。好，那石膏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来，我给你看一下。我这一盒石膏是真的可以做豆腐的哦，不是随便拿的晃一下哈。好，那石膏为什么一定要讲它？第一个，对，各位现在在市场上买到的手做豆腐，大部分是石膏做的。第二点，中国人的第一块豆腐就是石膏做的。好，那这两个，都是第一。那我现在就从它介绍起。好。石膏到底是谁发现可以用来做豆腐的？您估计有没有人曾经看过资料？没有，没有哈。现在网络非常方便。等一下，各位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够清楚，没关系，上网查哈。好，他就是汉朝的时候，刘邦的孙子发现的。那刘邦的孙子一定有一个人当皇帝嘛？对。